已经锁好了，把这个头盔锁在这儿了。现在就进这个 Louis。这个门在什么地方门？这是门吧？是不是？这是应该是车库，从车库进也行，但这有点危险，这有点危险啊！有人把自行车放在这儿了。这边也卖花，这边我看时间是到晚上10点关门。我记得有一次去硅谷，硅谷那边的 Home Depot 也是晚上10点关门，我还挺纳闷，这么晚关门啊？原来他们是竞争，都是卖这些装修建材之类的，他们竞争嘛。前几天。在一个华人的店里看着文竹了，文竹，现在已经有圣诞节的这些东西了。上次来的时候就看见了，圣诞节的装饰已经有了。7号，啊，圣诞节的这些已经有了，马上就要到鬼节了。哇，大灰狼好吓人！哇塞！这么恐怖，都是骷髅头。这么恐怖，老美这个死亡文化也挺可怕。7号，对，就是这块儿，各种锁。对，跟这有点像，跟这有点像，但是又不完全是。这锁还这么复杂吗？好像是这边的锁，还是？Excuse me, OK。那是这边的这个锁，应该这个有点像，因为是不是有点像？里边是2个孔的，外面比这大了点，还是？不是这种的，不是这种的，我想找一个，应该差不多的。这个是不是？这个也不像，这个也不是。没有完全一样的，这个呢，这个也不是，外边是带一个圈的，带一个，等一会儿吧，这个车真膈应人，等他走了再上，像苍蝇似的在这转转转转转，等他走了再上吧。哎，这个是换锁芯吗？换锁芯行吗？我不太认识，不太会换锁芯。啊，这个人还在这整个
这个造型。我想找一个完全一样的色，完全一样的好像不是。这就差不多，这个这个拧的，这是这个不是。这完全一样的吗？这色和真胶多，这色好像一样的没有啊，完全，这是这种，这种的有点像这种的，这种金色的，这是这个差不多，然后那是银色的，这个差不多。这个差不多了，就它了，应该是。我记得这个是一模一样的，中间有个圈嘛，中间，对吧？这个差不多，是吧？这个差不多。这个差不多，这个边像了，这边，这边像了。这边很像的，两个孔里边是，里边是两个孔，就是这几个锁子里边挑一个就行。那显然是这个吧，就这个吧，这个吧，这个比较像这个。这个有什么区别呢？这颜色不好，这颜色，这个吧，就这个吧。应该是这个。16块钱大约。哇，热热热热。它这好像可以自动扫码付款吧。Hi, how can I scan to pay for this lock? Okay, can I use my credit card? Okay, credit card. Yeah, this is my credit card. Yeah, just put inside.The barcode, maybe, here. Put inside.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Oh, thank you, sir. Thank you. Mm. 买到了，也行，完事儿。这个跟我那是应该是一模一样的，我猜啊，我还特地看了，应该是一样的。哦，外边凉快，里边太热了，出那么多汗。17.36块，总标价是16块钱，税是1.4块，17.4块吧，总共欧了。好了，完事儿完事儿。这个应该跟我那个锁是一样的啊，回去原装一换就行了。它这锁孔都应该是一样的啊，锁孔都应该是一样的，是吧？应该是一样的。
儿子，就他了。我问邻居，我说那个锁坏了是跟房东说吗？他说不用，他说我们这个坏了自己换的，灯泡啊、锁什么的。那个哥们把这个自行车放在这里边呢。欧了。他这个卸锁我还没弄过，应该很简单吧？这个应该是很简单。那就说明书，他这个。应该是很简单的，欧了，嘿，再见，拜拜，拜拜，走了，出一身汗，再见，拜拜，买好了，感谢这个车锁啊，捡了一个车锁，哈哈哈哈。